Let's leave it a me. Just step by step. 我们每次来金山老街行程都差不多，不是来吃鸭肉，然后还有买那个叫麻辣花生麻辣，但是最近家里零食超多，所以很犹豫到底要来不要买吃麻辣。你觉得来看看咯，结果还是买的。很久没来吃了，还不错吃，吃起来水水的，不会很干，还不错吃。这家芋圆都超大颗，应该跟比我拇指头还要大颗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对啊，比你拇指还大。刚刚我说我不会炒剑笋，然后我老公说什么？买剑笋回家叫我妈炒给你吃啊。这么孝顺，这么孝顺，我不敢。等下被骂。我们刚刚因为那个餐厅没有提前预约，所以只能订到下午两点的场。那所以我们今天行程都有一点做小改，对，调整。就是先来老街，然后但是不敢吃太饱，因为怕等一下吃饱，等一下反而那个餐厅又吃不下。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倒着走，只能吃一些点心，然后吃个鸭肉过个瘾。好，所以很多小那个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去那个草莓绿石潮那边。浩哥，我来了，浩哥。都来这里了，带他点浩哥的主打，对不对？那都全部都可以吃。对啊，整盘都是可以享用的。好哦，这应该是石花吧？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很奇怪。他说整盘都有石花吃哦。嗯。吃草。这其实不难吃，那种它没有草味，像芹菜的感觉。嗯，比起，这叫做什么素番茄哦？好像很酸啊。不会。不会，你脸皱成这样就不吃起来怪怪的，还没吃过，还可以。对，有点酸酸的，可是不会很酸。你喝什么？我这个是老屋特调，他说是以情底为底。上次影片他们都喝琴酒，喝很多。有点像八港味道，就是有点柠檬，好喝哎，蛮清淡。不是柠檬，我发现了，他是在用那个什么。这边的在地那个石花洞味道，有点像那爱玉还是什么柠檬爱玉啊那种口感，但它是特产，还不错哦，不错。没有，它还有火哎，看到？有，刚好看到。我的是明太子鲜虾意大利面，明太子味道超浓的。那你的牛肉嘞？觉得、啊、量算蛮多的。这是浩哥的招牌，你觉得有好吃吗？嗯，还不错。加贤哥吃意大利面必备，他看过是酱，要不然他吃不下去。
因为我要辣。